今年是我爸妈结婚25周年，我们就要帮他们重新拍一套婚纱照。拍照有什么拍的吗？藏好 ，OK， 茄子。你穿这个，难道不好吗？这些我们穿的太暴露了，不是特别喜欢。这个我也不太喜欢。我喜欢刚才那个很亮的这种。What？ 超出我的想象。有一个最想毁掉的照片，给我们看一下。那天正好下雨，只要下雨人就会伤感嘛，就打打的。你真的是解决我多年来的困惑，太困惑了。明明是你自己很紧张，你很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这样不要紧哈，可以抱一抱他哈。有有有有。